着江湖谈，愁着多有两三坛风里手难，雨景随风如潮，处处银光蓝，回首照三生笑皆最了，远方几乎回首明月满青山，天地鸟一起满踏至长安，灯影泛酒斟暖，满座君贪欢，众人寒风已散无云岚，为此间江湖年少偏爱纵横天下，恩仇趁年华轻剑快马，红尘为过也无删牵挂，只恋生杀醉里轮斗心事折花，三相逢皆恨晚，檐上霜窗边月为我留一盏，过江南踏天山不曾还，剑影片雪光盘似为你丝线，说书人你笑我疾风也如电，点针写入明月今夜别失却，倒不如一拍案入寒渊，为此间江湖年少偏爱纵横天下，恩仇趁年轻剑快马，红尘未破也无删牵挂，只恋生杀醉里轮斗心事折花，终于来了，如你所愿，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。我师兄上古刀的尸体在哪里？想知道赢了我再说。
这个人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喜欢当英雄。一个剑客，不该有弱点。 师兄，上古道的尸体在哪儿？ 李相夷是中了金渊盟的圈套，被人下毒啊！不过，金渊盟没多久就被四顾门铲除了。但这个四顾门呢，随后也四分五裂，只留下一个江湖行堂百川院。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？ 天下第一怎么会死？李相夷肯定还活着，他的剑那么快，肯定能一剑杀死帝飞升。不对，肯定是大魔王用快刀把他杀死了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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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
这是赵氏剑呐，李相宜就是用它自创的上一太剑，一战惊绝江湖。听说，为了博乔姑娘一笑，在剑柄上记了丈许红绸，在扬州江山下五鼎练了一套最如狂三十六剑。你的万人空巷，的不多的时间。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。问。
过四季千变万变，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。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，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。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，千杯不醉一路惆怅，人间一叹如梦一场，江湖相望。据说争相围观者不知多少，只为目睹那红绸一件。今日你们俩也算长了见识了。哼，也只是少时心性，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。是啊，竟这般招摇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态度？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，我看你们纯属妒忌。诸位若想尽兴，可上台来比试一番，一炷香内。只要没有追得这么紧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我说不，果然是你，李相一。这许多功夫，李相爷，我这就来跟你聚聚。十年不见，李相宜别来无恙啊。哼，狄盟主啊，这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缠人啊。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。要不然呢？这十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，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。哼，我没死你那么高兴干嘛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失陪一下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啊，你为何只剩一成功力？你中了我的明月沉西海，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催八荒吗？就受了点伤，多正常啊。哎呦，服下观音垂泪之前我也有六成功力，这十年你都做了什么？实不相瞒，这十年我的确挺忙的，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，忙着好好生活。哦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学会了烧菜。烧菜？对啊，烧菜烧得还不错。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宜，正道武林第一人，十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。狄盟主你实在是太武断了，这柴米油盐它可是比练功还难。我跟你说啊，做菜就更难了，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，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。不信你赶着试一试，做一道清炒小白菜试试。我不想听你废话，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。哎，等等，若补品真的有用的话，你又何必用缩骨功去找观音垂泪呢？没用的，更何况我现在也懒得用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？比之前更年轻了呀。我真没想到这十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才是狗。你想当废物，好，我成全你。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。立刻，你爱要不要？
我每次来都会给他带点儿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就是四谷门门主李相宜，是多少人的依靠，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。可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过他的喜好。偷偷告诉你吧，我可是借过他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。谁能想到，这武林第一的李相宜，吃颗糖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。我师父还不是，不是什么？东海大战，李相宜输了，他应该第二。你说李相宜输给了狄飞生？你看到了，他们可是在海上打的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是鱼精还是乌龟精啊你啊？哎，别吵了，听到了没有？要开始了，走。去，别乱说话。少师沉寂十年，能被寻到，重现于世，劝一仗江湖的朋友相助，更幸的是有两位老友全力奔走。原来是乔姑娘和萧大侠寻的少师剑啊。渐渐入戏，少年不了情意，往事又不提，老酒客白衣翩翩入戏，只是笑而不语，一厢深情举杯饮不尽，长夜漫漫陪月亮在屋顶，拨开云舒星星，旧时情愁忽远又忽近，自古有多少英雄豪杰，能够一生死渡得过爱恨的输赢。问一句莲花的悲喜，断一柄弃剑入情泥，寥寥心事，只不负众生。